一个快递。人就是这么暴力。水分好足，好甜。红薯干，红薯干。哦，打开一股百香果的味道，很香啊。有没有你们想吃的？这个是雪媚娘桂花糕，猪肉脯，独立包装的，龙岩的泡椒鸭爪，新鲜的百香果，红薯干，独立包装的，配料非常干净的地瓜干，这个是青枣，这个是我过生日的时候喜安给我买的衣服。一件红色的，开上肯定好看，我试一下。袖子有点长，整体穿起来挺舒服的感觉。爱的人手捧星光，我只踏山风破浪去的黑暗一趟，感同身受给你救赎热望，知道你不能还要你感受，让星光加了一点彩虹。哎，这下雨天衣服都不干了，整个阳台晾满了衣服，出太阳衣架多，一下雨一家也不用。这冬天的被套比较厚，要分两洗一些，被单跟枕套一起洗。房间一两天不收拾，好像就很乱了。我不能跟你结婚呀！你跟我结婚啊？你以后会找一个特别漂亮的女孩子结婚。谁？你找一个喜欢的女孩子呗。至于是谁，我也不知道。是不是？我喜欢你，我喜欢的女孩子有你呀。哎，月月不能躺到床上吃东西，坐起来。哦。你以后要找一个你喜欢的女孩子结婚啊。你找我喜欢的女孩子。那你以后找一个我这种性格的女孩子好不好？嗯。嘴巴这么甜，以后不会缺女朋友。哎呦，这是之前卖红薯的零钱，一分都还没用。还在这，你去洗洗了吃掉。要穿个鞋，这地好久没拖了，快去。用了就扔这里。哎呀天，这天气干不了，都是湿湿的。等会又烘干就给它烘一下。好吃吗？很好。啊，我不吃，你吃好的。我吃一口啊，好。嗯，好甜啊，你选的这个。如何尚算可口，怎么泪水还偶尔失霜。那你吃哥哥的手跟里面凳子上，那个屁股都吃了。对啊，然后他又说我们打不赢，就说总是下总是输。九点了我还在嗑瓜子，然后我说